凡人所以不能成为圣人，只是因为被妄念相缠。你我静坐三天三夜，不见你起一个妄念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我平生命运早已被人算定，荣辱生死皆已定数，即使要妄想，也无可妄想。 我以为你是一个豪杰，原来只是一个凡夫啊！禅师，此话怎么解？